京城经历数百年的风霜轮回，我打小啊就在这城墙根底下长大，这经常听老人讲，一代代帝王将相像过客一样在这里登台谢幕，这不变的是这一砖一瓦。我叫孙兴颠，行事癫狂的癫，生于公元1912民国元年。听父亲说啊，那是个大动荡时代的太平年月，天下大赦，囚犯新生。我接我死去父亲的班，进了这监狱，当了狱卒。在这监狱里混事啊，比江湖上更难。这笑是哭，这哭是笑。行事癫狂是无奈的自保，这父亲给我起名行癫，正是此意。这些表面也是为了在这里保住一碗饭。大爷，老子我才是大爷。呸！等老子混好了，我他娘的让你舔屁眼儿！我行癫，有时飞来的横财呀，我也接受。只要不是伤天害理的事儿就行了。要是我这个事儿办不明白，妈了个巴子！我家住城东一胡同，老婆是个风尘戏子，有时在监狱里不顺心，带回家中，这吵吵闹闹在所难免。还好，我们都挺过来。我老家河北雄县，这打小父亲把鹰爪拳囫囵的交给我，再三叮嘱五人不祥切忌踏入武林。自此反叛的我心中留下了念想，五人不祥一辈子不可踏入武林，这父亲的警戒线我不敢触碰。直到听到这震人魂魄的声音和不畏生死的眼神，谢谢诸位光临，感谢诸位光临，谢谢了。请请请。用菜用菜啊。诸位，左师兄，这么多年了，师兄你行事为什么还是如此的鲁莽？你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教圣贤拳，哪里知道窗子外边的事情呢？这一年多来，一帮土匪在家乡横行霸道，乡亲们苦不堪言，告官也无果。我听说后回去一看，烧杀掳掠确实可恨，便给除了。这么多年不出手，为什么一出手就杀人呢？现在是民国18年了，不比从前了，杀人是要判刑的。判刑？出手之前我就没打算活着，更没想逃命。但是昨天晚上突然想起了一桩未了的事，你平心静气交了10年拳，有成才的吗？成才？现在的年轻后生哪能吃苦？没有成才的质量。真林千树鸟，啼谷一声猿，到了收个关门弟子的时候了。关门弟子？我这次冒死来到京城，就是为了告诉你，我要是不在了，
这个世上会范子全的就你一人了。师父临终前对你我说的话一定记得吧。练了一辈子范子全，可犯不过声名大限。真过完这辈子，全应该有个下辈子。所以得让范子全有个活路，有个回响。跟我来吧，走，走，走。老头儿，范子全打得不错呀，和董云堂交过手吗？哎呀，喝点吧，喝完了呀，教教我，啊？酒可以喝，但全不能教。你不教啊，有人教。我听到小道消息，董云堂三天后在家立下擂台，不是为了比武，而是收关门的意思。啊！哎呀，这酒是好东西呀，你不喝呀？
师傅，今天是比武的第三天，会确定冠名弟子人选，时辰已到，比武可以开始了。开始吧。师父，您未看一眼，怎知谁赢了？为师不但知道是谁赢了，还知道他打的是什么拳法。比武结束，经比武较量，关门弟子是石爷。爷，我还没有打呢，怎么就结束了呢？啊，他能配是关门弟子吗？爷，今儿我才是关门弟子。我说秃驴啊，就这点能耐啊，起来再来。心浮气躁，心狠手辣，你根本不配做武人，也更不配做董老先生的关门弟子。得得得得得，您甭给我那废话啊！讲这些大道理我听不懂。您先赢了我，你才有资格在这念经，明白吗？可以啊。
脸！师傅，在下郭书文。我宣布，关门弟子郭书文，郭书文。哎，师傅，不对。刚才是我赢了，您老一定是看错了。你不信，问问大家，对吧？还请大家为我董武人的决定给个见证，落个评断。你们说说，一个出手招招狠辣，一个步步留情留意，你们说我董某人该留谁呢？留人？还是刘郎呢？刘仁，武人以武德为先，至善至纯，功夫方能有大成。行，我看您老一定是已老眼昏花了啊！这关门弟子我也不做了，你爱找谁找谁，我还不稀罕呢。师父。饥荒，那是民国三年前的事儿，15年了。那时候你多大呀？9岁。那年我父母双亡，我便随着难民离家远去，沿路乞讨要饭。14岁那年，年头好转，我便往回家路上返回，路途中遇到一座寺庙，寺里的主持叹我身世可怜，便收留了我。我的拳法就是他教的。哦，怪不得呢，你的拳里面有慈悲，原来是有佛缘。你离开寺庙之后为何来京城啊？我从小就喜欢习武，我也是个武痴。师父说高山藏于红叶之中，若要学武功，就一定要到人间来。我一进京城，我就听到师父您要收关门弟子的消息，我便赶来了。我想这就是心诚则灵吧。看来我没有看错人。老头儿，您给我评评理啊！明明是我把人家打下擂台，却判我输。你说这姓董，董的是不是他娘疯了？啊，这都什么事了，还给我讲什么武德？不是，你给我说说什么他娘的是武德？不是，地里边有没有喘气儿啊？得，给你说半天你也听不懂啊，听不懂。Thank you.
不受他们之徒的。但念你师父一切讲究圆规，不计武林侠义之门法，一切枉追一个圆字。我今天收你做关门弟子，这可是你前生的造化呀，希望你让番子拳在你身上生根发展壮大。是师父。百家拳中五为翻，翻云翻月乾坤转，今日为师就教你翻子拳，切记用功用心。夜已深了，你回去歇息吧。好，师傅，你也早点休息。师傅，早安。师傅，啊，有人找。哦，让他进来。在院内。哦，走。这位是，要是有徒弟欠了别人债不还，做师傅的该如何处置啊？为师还。要是欠了别人七条人命债呢？敢问是在下哪位徒弟？听闻三日之前您收了一个关门弟子，颇为自得，广告京师。但是俗话说得好，登高跌重，乐极生悲，我恐怕您这个关门弟子呀，要辱没您的一世英名了。您这个关门弟子啊，年少时无家可归，被一老僧收留，传奇武功。但没想到的是，武功学成了，人却不知去向。后来一个人来到了东北，拜在了我师兄门下。我师兄惜才呀，三年时间，尽传奇艺。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凡事都要讲求个证据。我郭书文从未踏入东北半步，也从没见过你。你的故事很动听，可是骗不了我师父的。还请您老靠边站一站，今天我就要替您清理门户，省得您日后治了黑白，分了真假，亲自动手，伤神伤心。
师傅。在我门里，岂容你放肆！师父，我带您走，我知道一个藏身的地方。我非但不能走，我就待在原地。为何您不走？在这京城无人不知道我董云堂，若是因为误杀不管不顾一走了之，那岂不是天大的笑话？为师我也不是不惧死，误杀是不会判死刑的。可是您会坐牢，您一旦坐牢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来了。坐牢不打紧，身在人间何处不是坐牢啊。只要你常来探监，我不会耽误传权给你。雪天儿，师父，去报官，一早不宜迟。师父，不能报官。去。我说的，此人说的，您信谁？我信我眼中所见。舒文，把我教你的站桩翻再走一遍。今天这套拳注定是不能教完你了，咱们改日再说吧。我走以后你要帮我好好照顾我的老母亲。弟子一定会尽心。告诉石兄弟他们，练拳一日都不能懈怠。是师父。师父，把书房给我看好，任何人不许跨进半步。师父，师父，云堂，云堂啊！师太，师太，师太。师父，浪呀嘛浪呀嘛浪呀嘛浪个浪，哎，浪呀嘛浪个浪，嘿。孙晴天，
叫我呢。看看他们，走。真林千树鸟，啼谷一声猿，人过完这辈子，犬应该有个下辈子，得让番子犬有个活路，有个回响。哎呀，真是一报还一报啊！啊，时日之前你把我赶下擂台，
如今却关在我们牢房里。哎，老头，你啥感想啊？你说我出手狠毒，没有武德，可您怎么也没有善心起来了啊？我再是狼，但是我没有杀人呢。不是，这杀人到底什么感觉？以您的本事，没人能抓得了你。我可以告诉你，但是我有个条件，你得把我的话传给对面那个人。怪不得他那天刚关进来的时候打了一套惊天动地的翻子拳。哎，难道你俩是师兄弟？对，是师兄弟，我们是整整50年的师兄弟。想不到到后来我们却都进了监狱，真是浮生如梦，万境归空啊。那天清晨我行完拳正在喝茶，家里突然闯进一个人来，那个人怀里抱着单刀，口口声声说是要复仇。原来竟是因为我的缘故。因为你？他是因为我跟他说的一番话才下定决心要收关门弟子啊。万万没想到竟给他带来这场祸事。这哪能怪你呀？要怪只能怪他看走了眼。你说他当初要是留下的是我，哪能出这种事儿啊？你去告诉他我是必死无疑了，他还有一线希望，只要有生机在，范子权的灯就不能灭。无论如何一定要活着出去。活着出去行，到了我这里边啊，您就甭想痛痛快快的活着出去。哎，今夜不是轮你值守吗？怎么又回来了？哎，鳖孙，你看我这新旗袍做的怎么样？哦，对了，我昨天拿回来那大洋啊，你帮我拿出来一下。怎么了？反悔了？我告诉你，钱你既然给我拿回家里来了，就没有拿回去的理儿。你是马上要当爹的人了，你也得给肚子里的孩子拿呀。你要干嘛？我就没见过你那么窝囊的男人。你知道？你知不知道今天押来的犯人是谁？谁呀？难不成天王老子呀？董云堂。哼，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他呀！能耐这么大，照样被抓了，这就叫做现世报。你这旗袍哪儿做的？老店福瑞祥。是吗？来，转过来让我看看。哎呦，真漂亮！孙刑天，你个天杀的孽种！这大洋咱不能。只要是惹毛了那江湖人士，咱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啊。有那么严重吗？嗯，来，让我听听。这大热天的，兄弟们辛苦了啊。这他娘的大热天的，把老子快晒成干了。不行，姐姐哥。
爽。听好了，程海正，男，现年61岁，生于河北雄县林庄村人，因蓄意杀人，数目惊人，后又藐视法律，袭警越狱，判处死刑，明日执行。什么狗屁判决，没天理了是吧？程海正是杀了人，但你知不知道他到底是杀的什么人？嘿，孙子，你他妈是不是不想活了？老子要不是看在跟你爸有点交情的份上，老子现在就崩了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民国18年，一切都要依据新颁布的法律实施，法大于天。明日执行。师兄，师兄，送行酒。好嘞，小子，先教你个起骨式。师兄，你没有记住，这是为师给你们的第一个招式，是凡子缺的标记，也是咱们的出门架子。Thank you.
行了，别躲着了，出来吧。这董云堂到底杀了你们什么人呢？非让你置他于死地？他杀了我们的师傅。这按理说呀，你们都是习武之人，啊，不该用这么龌龊的手段。你们要是有仇啊，就当面保，以定生死，这才是正道。可他现在在狱中，他是误杀，早晚会出来的。等到什么时候？你不是跟他也有过节吗？有仇不报，非君子。二位，这是你们的银子，原封未动。哎呦，别他娘的给我装正人君子！你不办，这事有人办得成。工人见了钱，如苍蝇见了屎。在你们牢里，想拿这个钱的人多了去了。扫地了，大爷，忙着啊。兄弟们，劳累了啊！哎，我这有烧鸡，接着。嘿，哈哈，来爷，拿着。哎，得嘞，吃着啊。您知道你来这多久了吗？多久？已经是第三天了。才来三日，就好像过了三年。在这神牢大狱向您拜师，可能有些不妥。没有推荐师和见证人，那就让老天做个证吧。看牢的向坐牢的拜师，这如何说？七日之后就要宣判了。你的师兄曾经对我说过，只要有一线希望，范子权的灯就不能灭。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活着。赶在行刑之前，我一定要救你出狱。我不用你想办法。我知道您是误杀，可现在的世道，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归根结底还是他们的，是黑是白，都是他们说的算。我直接跟你说吧，有人使了大洋，非让你死在牢里，你是出不去了。即便是死，我也不会收你为徒的。你起来吧。我已经收了关门弟子。如若再收一徒，坏了武林规矩，会被天下人耻笑的。这还都在其次。你心性浮躁，行事癫狂，若武功再进一步，毒就会增长一分，这样对你无益，恐怕以后还会害了你。可是就在昨日，我看见您和您的师兄隔空对练，生死离别的一幕，不知为何我的心里十分痛苦。我心想，如果我能力再高一些，也许我能救他一命。你看看，这牢里的犯人有几个人是有罪的，而那外面的人又有几个人是干净的？等等，这样吧。我关在这里，横竖也是无事可做。我可以教你些拳，全当是解闷儿吧。但是，我不能收你为徒。我有一事相求，你可否给我带个话，给我的老母亲，告诉她我在这里一切安好，让她不用挂心。另外，告诉我那关门弟子郭树文。安心练拳，带好众弟子，不要乱来，以免让为师错上加错，纵上大罪。你放心吧，我一定带到。
师兄，师傅也不在这儿交钱了，我们也不在这儿耽误功夫了，自投他们了，告辞。师兄，师傅不在，也没有人教我们翠八番，我们也就不耽误功夫了。师兄，告辞，告辞了。你们还有谁要走？尽管走。哟，老铁啊。你是过来报仇的吗？今儿个我来看看我手下败将。你把我师父害得这么惨，你还敢过来挑衅？哟，您别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啊，让大家听了以为是我害的呢。啊，今天进了这个门就别再想出去。今儿个我本来想跟你活动活动筋骨，但是呢，我今天有要事转告你。你师父让我告诉你了，让你带好众弟子，让你把你师奶照顾好了。他在牢里面挺好的，不用担心。还有，你师父说让你多加练习武功啊。行了，我也不跟你废话了。哦，对了，你师父入狱那件事儿，你应该比我更清楚了，啊？全一讲，要出手似剑，回手似线。这句话你还需慢慢体悟。为何跟您学完翻子拳以后啊，总是感觉心中左右撕扯，万分痛苦，没有像我以前打完一套拳以后那么通透和喜悦了。翻子拳属少林宗法，是至刚至阳的拳法，以你少时所习练的鹰爪功、全力割翼。水火不容，所以习练起来会有阴阳撕扯之感。俗话说学拳容易改拳难，那就是这个理儿。你练翻子拳呢，其实是与你以往自己的心性在搏斗。和心性搏斗？可是我只想练拳，不想改变自己的心性。哎，我出来时曾经问过你这个监狱的来历，你现在可以给我讲讲了吧？都给我听好了，董云堂，男，60岁，河北雄县林庄村人，因蓄意杀人，罪不可恕。根据《中华民国法律》第3条例，判处死刑，3日后执行。
谁要是惹毛了老子，有你们好果子吃，知道吗？还有你，老头，你也给我老实点啊！哎，你说的没错，他们是非颠倒，竟把我说成是谋杀犯。今晚是我最后一次传权于你了，唯一放不下的一件事就是我的老母亲。哎呀，您就是心中有老，监禁了自己。哎，对了，您不是说4月26号芒种节是您老母亲的80寿辰吗？嗯，今天就是芒种啊。芒种啊，母亲，云堂不孝，他老人家要是知道我明天行刑，不知会有多难过。都老实点啊！哎，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长官您好，我来看望董云堂，这是他母亲让我给他代换的新衣服。他现在是死刑犯，任何人不得探视。给你一袋烟的功夫，给他穿得干净点上路。谢谢，谢谢长官。去吧。师傅。你为何今日才来探监？弟子一直在打点上下，也一心想办法如何救师父出来。好了，你师奶和众师兄弟他们可好？都很好。嗯，上次我教你的站桩翻没有教完，今天师父，弟子不能久留，狱长只给我一支烟的时间，拳恐怕今天学不了了。今日我来是带众师兄弟们，想问师傅绩效新书放在哪儿。近日他们武功精进，想翻翻书，让武功更上一层。你先回去吧。回去问问你们的大师兄，他虽然腿拐，但是心不拐。他知道如何让师兄弟们的武功更进一层的。师父，命该如此，我们也无能为力了。去救师父，只是为了守住师门尊严。东北三省都给日本人占领了，整个中国都危险了，还谈什么师门尊严？俗话说得好，千里搭帐篷，没有不散的宴席。师父明天就要没了，大家就各奔前程吧。师兄，保重！保重！师兄，保重！保重！那师兄，告辞！告辞了！告辞。
我们马上让他。郭淑文，师傅。 我死也不会告诉你。快说，不然我让你陪师傅一起死。 你那关门弟子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得提防着点。行了行了，别喊了，来了来了。娘，你当不孝啊！娘。 哎呀！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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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师傅，就快到了。狱监带着死刑犯越狱，这可是大罪呀！我知道，我现在已经无法回头了。你知道为什么还救我？ 别难过，既然罪有天相，以后找机会把他接过来不就行了？你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八九不离十吧。那咱啥时候去找他？不用去找他，因为他想得到的东西还没到手，他自然会紧随其后而至的。
这些人从未谋过面，为何要动手？龚云堂，你杀了我们的师父，武林规矩，一命换一命。那日他入我府门，一时寻仇郭淑文，我是出手阻拦，并没想杀他。但你已经杀了他。他们之间到底有何恩怨？关外早已是日本人的天下，郭淑文卖主求荣，为了将一本武籍进献日军，杀了我的师叔。他献完武籍出了日军军营，被我师父劫杀，便一路逃到了京城。听闻他拜在了你的门下，依我看，他并不只是为了避祸。武陵中人都知道，在你府上收着一本绩效新书，那可是七大将军习武抗倭之奇作。加之您用了半生之功，在里面做了批注。私伊诺多瓦空拿红的乌马那狗东云堂乌那卡基克达诺绩效新书第四页。你怎么会在这儿？弟子刚起夜，看到书房灯还没有熄灭，想必师父还没有休息，正想劝师父早点安睡。哦，好，我这就睡了，你也早点睡吧。好的，师父。既然是这样，祸端在我那关门弟子身上，也是为师我老眼昏花，没有看出真相。若留他在世上，恐怕会祸害更多。待我清理门户之后，再去府上请罪。话已至此，董云堂在武林中是讲仁义、说到做到之人，就信你一回。孙兴殿，我有一事相托。我府中书房里挂着一幅戚继光的像，像的背后藏着绩效新书，你把它取出来，带着老婆远走高飞吧。以后练拳，你可以按照批注来练。我现在跟您一样身背重罪，我上哪儿去啊？我，你跟我不一样。你只是迷上了练拳，没有陷入恩仇，捏来捏去，缘来缘往。我还有要做的事情，你走吧，快走。我不能走。你如果是我徒弟的话，就马上走，走。那我能叫你一声师父吗？师父，我不能走，不能丢下你啊！听话，马上走，走，师父，走。干嘛呢你？啊！站住！站住！哎，这边，这边，这边！
达取出来，带着老婆远走高飞吧。师父，我媳妇儿，她肚子里有孩子，谁让你放了她？你让我干什么都行。你也有服软的一天。行了，孙子，我这就放了她。媳妇儿，媳妇儿，臭你老老，你个王八蛋，畜生，阴间！畜生！孙子，我死！我死！死！我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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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死！我死！我死！妈的！长官，您先消消气儿。孙刑天，你对你老婆可真是重情重义呀。哎，看牢的转眼变成坐牢的了。我，郭树文，董云堂的关门弟子。你这个卖国求荣的走狗，你配做董老爷的关门弟子吗？是，我不配，所以我让你做。带走。说吧，董云堂他在哪儿呢？老子我不知道。给我打！师父，那日弟子不辞而别，是要去想办法把您从监狱中救出来，可没想到孙刑天竟先行一步。师父，您了解弟子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念在师徒之情，请您原谅。
都怪我眼花，黑白不分。今天我要清理门户。师父，我可是您的关门弟子啊。昨日我看见孙行殿偷了您的绩效新书，被警察给逮捕。离开前我夺了那套书，是要来交给师父您呀。把书交给我。好。真是冤家路窄，绩效新书就在这儿，有本事过来拿。你的反骨印证了我的猜测，你是我唯一的关门弟子，我一直不敢相信你会做出逆天之事来。你的伪装蒙蔽了我的双眼，我与你无冤无仇，却把毕生所学倾囊托付于你。你知道关门弟子的意义吗？一横一竖，一生一世，五人的追求尽在于此。上至义和团，下至国民武士会，他们追求的不是形，是精神。而今日寇乱我中华，五人可以失去生躯，但绝不能失去忠义和气节。精神气节，你少跟我说这些。人家坚船利炮从上武士道，而我们呢，国家虚空，沉迷内斗。我习武一生，受益无穷，万年一错，毁于一生。我的拳头可能敌不过你的枪，但我五人的气在，气在人在。清理门户，我做定了。今年呀，是你的本命年，行事还是要谨慎。我是董云堂。
你不用惊讶，我不来自首啊，我们都得死。我来了，可以换你一条活路。更重要的是，前日我说要教你翻字拳内功之劲道，帮你打通练拳之关隘，我不能食言呐。你是我最好的徒弟，是我真正的关门弟子。师父，董云堂啊，董云堂，本官宣判过无数次的死刑，但同一个人宣判两次死刑，你还是头一个。就地正法，立即执行。行刑之前，我想有个请求。你说吧。我想打唐拳。念你是自首，死刑当头，本官就网开一面。
18岁，北平人，协助罪犯董云堂越狱，根据中华民国法律，判处10年监禁，即日执行。这座古寺呢，原名叫做石佛禅林，建于金代，香火延绵数百年。后来僧去寺空，慢慢就荒废了。后来将此处建成了粥厂，改名叫做功德林。功德林。光绪28年，为了收容犯人，又将此处改成了罪犯习义所。民国3年秋，正式更名为京师第一监狱。佛寺、粥厂、监狱，善变成恶，恶变成善，善恶轮回。真是人风乱世，人生无常。世事难料，日本人打过卢沟桥，阴差阳错地为我打开了牢狱之门，我被稀里糊涂地提前释放，我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悲哀。高兴的是，我又看到了京城的一砖一瓦，还有梦中的我。师父给我生死传权时的眼神，让我仿佛看到了父亲的身影。一横一竖，师父，一生一世，五人的追求尽在其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